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好辛苦啊！这动作好吧？这个也踢上了。为什么没变得两步啊？什么情况？咱俩比他呀，他们更好。呵呵，公主，哦，这个又抱起来了，呵呵，又有动作。伙伴们，五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你们赶紧谈恋爱吧。对啊，三宝，我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，看都看不过来，好多呀，真的。吃饭地方一般人比较多，然后可以找吃饭地方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哦，没有在凑吗？想啊，我也想嫁人啊，肯定想嫁人啊，太幸福的时刻，我也想有。找 Lady M， 多伦多没有 Lady M 吧？真的扛起来了。多伦多好像还没有。扛起来了，猪八戒背媳妇儿。哎呦，这词儿要能想不出来，我也真是没水了。猪八戒背媳妇儿。就这么背回家了，不过人家这样挺帅的，好不好？卡了吗？活活的把人家形容成什么了？我也很贵哦。是这么多。哎，我们看看这个新娘。Hello， 新娘你好。我们这个我在这做户外直播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纽约有一家，然后你也给大家说几句话，多多没有，反正我没有抱。太幸福了，没有找到。他抱你的时候呢？也很幸福，因为平时他也不会这样抱我，疼我。啊，那你也是很健康，他抱你的时候也不怕你摔起来是吧？对。最近大家都能够，可以结婚的那个新人都能百年好合，像我们一样幸福。谢谢，找老外结婚，不找老外结婚。感谢幸福的嫁人。谢谢月色。这边的那个沙漠也比较多，就是很多都是扎起来的。都是带小朋友出来的那种，这种妈妈会希望大家快快乐乐，顺心如意。谢谢直播间的伙伴们，让我说一声快乐。谢谢大家。